想郭姐郭国统计平均女性要问超三家的贵呀、啊。今天要跟着大道陈博士来逛大道。大道陈博士。多少钱？700多，很适合。哎、欸，真的好适合哦。不行，我要忍耐。好，郭博士长大了，请大家给他一个掌声。我长大了，而且我现在都有记账哦。几天了？2天。很不容易。很不容易吗？好，你现在装了一副很文青的样子，忧国忧民。捏鼻梁，捏鼻梁。不是这样子捏。好不适合这家店。怎么样？真的真的，它的那个配茶，焙茶，是叫焙茶还是焙茶？阿呆，那个茶的那个茶香味，活地口啊！生培的，可以试试看。我好苦，因为我很喜欢苦的，很苦很苦的咖啡。那次咖啡真的苦中回甘嘞，苦尽甘来。你刚在里面声音好小、啊，因为里面很安静啊，没有。好，你切换一下，里面声音是怎样？在行凶之前，外面讲话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像都是吧？好像每天你都在里面哦、喔。可以。你们住哪里的？没有，就台北人。台北人。只是我没看过。好吃吗？很好吃哎、欸，因为它不会一直黏着牙齿，有些是那种很黏，然后很硬，不喜欢太黏的。嗯，你比较喜欢还是有各自独立的空间的。然后加两份牛奶，所以大家都是在排花生汤哦、喔。对啊，接下来是冬天，只有我们在吃绿豆。对啊。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一般门串冰店不是都先把冰放上去，它才搅炼乳嘛。它是先把炼乳放在最下面，然后让你整个翻上来，所以它炼乳就会跟绿豆渣就是合在一起，整个都是炼乳的冰。对，然后还有绿豆，绿豆的那个汁，这就是绿豆露。牙齿注意，它是很有层次。对，真的媲美米其林级的甜点啊，就是又有碎冰，然后咬咬又有绿豆的绵密，然后再加上最后这个。果冻的口感，整个三重奏超复杂，在你嘴巴里面整个交响乐。呀嘿，请用绿豆露来说一段吧。绿豆露真好吃，大家去买花生汤，真的是脑袋流汤。高见同店，很多日本回来，嗯，好好看哦。对啊，跟你好搭哦，跟你穿的好搭哦。对啊，我是那个日本区的，很多包包，绿色蛮美的。看到本人了，怎么样？天哪，超级好吃！它的麻吉真的是入口即化，而且跟草莓是真的融合非常好，超美的这个。哎，有人在拉小提琴哎！木帆，我们就不要再见了，这辈子是不可能了。保重。我叫莫凡。哦，要重来。你们在看我？楼上有人在看我。好醉看。里面是酒吧。里面是酒吧。我知道。这边7点后会开始挑美酒组合的美酒。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单点一杯一杯那种调酒啤酒。啊，我们发现神秘酒吧了。天哪！星座酒有双鱼座，来喝双鱼座。写什么？双鱼座的叙述是什么？就是多愁善感啊，然后比较敏感，然后易怒，神经质。没有，他介绍酒的里面谁会讲？真是有跟着节奏的、欸，真的。他灯会一直这样闪啊，总不可能是坏掉吧？太太，您就别再抽鸦片了吧！太太，你再难过也不能这样啊！好欠揍、哦！双鱼座，双鱼座有那么浓吗？很浓吗？很浓吗？大道城太多酒吧了。对，要来租狗血。狗血真的很方便，狗血比威猛好处在哪？比较时尚。哦，好实际哦。对啊，而且狗血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充手机，真的比较方便啊。
到那种新鲜辣椒、欸。有个重点就是米粉一定要把它咬断。我知道很多网友都骂我，很爱把面咬断。哎呦，看好细哦！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让大家气死。咬。好生气哦！我直接分十分之一。不好意思，台北大便王直接把面线吃成米，好猛哦！哇，哦，怎样？好酥哦！到元宵灯会现场，请我们的特派员为我们介绍第一个灯。讲话。一起流泪，一起站起来。哪里有血？这一边是茶几树啊。你的初心是最美的爱心。好可爱哦。初心是最美的光，我也很初心哎、欸，你也初心，对啊，常会掉笔电啊，掉手机啊，那就是最美的光。看到了你最爱的东西，你还记得吗？多发美术，到哪都逃不了你。好好好，走。给镜头看，我刚拍的多发美术。你真的有病哎、欸，你真的有病哎、欸。博士要推荐约会必来景点，这边接吻 OK OK， 没有人会看到，看不到看不到，测试成功，帮大家找到第一个接吻点。爱情如果可以解释的话，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因此痛苦了。什么阿公的阿公，连儿子的儿子都注定穷逼了。还好是女儿。鸭肉扁的好可爱，好可爱，鸭肉扁。21世纪是猫奴的世界，吸猫。有吗？有啊，真的耶！曼玉驾到，请问今天有拍啊？有啊，请问台北灯会你最推的是哪一个？鸭肉扁。